妹妹下午好，就刚送完我女儿上学，然后跟我老公准备要去套房，因为那个瓷砖厂老板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瓷砖送到我们家楼下了，去看一看色号啊，匹不匹配。今天太阳真的是太好了。哎，这个是两个卫生间的瓷砖，是400×800的，瓷砖一定要是优等品啊，在网上多做攻略。全部通铺的瓷砖，我们选的都是750×1500这样子，我们全部通铺比较大气。验收的时候就大概就是看这个型号是不是我们当初选的，然后色号啊，还有生产日期是不是同一天的，不然避免有色差。我们还备了一个这种卷尺拿过来，因为我想说我们先把这些橱柜、餐边柜还有房间的衣柜给它长城快给它量一量，然后就把那个数据拿去给那种全屋定制的报价，到时候就可以多跑几家一起报价，这样子的话办事效率比较高，对不对？这个台面做60会好一点吗？60就是1160，好好量哦，这可是你的衣柜。500一件是足矣，我都放不完。床铺2米3，要做全屋定制的都已经量好了，还剩下一些儿童书桌那种就忽略不计了，到时候就随便再看一下报价，然后主要是这些大的方面给他量一下，到时候比较好看。看完装修我们赶紧要来买菜了，时间真的好赶。姐这样哦。嗯，谢谢贵妇啊，挑一个嫩一点的玉米。现在要做什么？10分钟不到，我们菜就买好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每次都是好赶的。我老公去接小孩子放学了，所以我现在先。吃饭了，宝贝们。培培今天晚餐非常快速，一个小时就做好了。清蒸了一条黄花鱼，然后清炒生菜，这个是我婆婆去外婆家拿的，自己种的。还有水蒸蛋，这个是虾皮焖冬瓜。汤的话就是鹿茸菇排骨汤。妈妈，我要要爬山。啊？爬山。想去爬山了。等你们放假吧，啊。放假天气好，我们就早早的去啊，就不会热。太凉了。不要中午去爬山，中午爬山很累的，又热。开车去呗。嗯，开车去那就爬山嘛。我要。嗯，可以了。你帮姐姐弄好不好？姐姐蒸蛋吃完了，你帮我。对，我帮姐姐弄啊。香菇。香菇啊。这边有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谢谢，谢谢姐姐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好吃吗？这个包吃排骨。姐姐，你还要吃姜蛋吗？你等一下，蛋都快要喂完了，喂完没关系。喂完了你就吃喂完了，下次再煮。幸福死板了一把，现在。